yesterday. There was sun and there was rain. Beauty in the mundane. And as the light startled our eyes, we let go of disguise. 第四集又回到了杭州，我们的 Coco 客栈家。然后现在时间是凌晨的4点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为什么我突然现在就想录呢？因为他们又要陷害了。耶，点完了。这个该死的贱人说要点那个什么？生煎炒好吃，你知道的。他们说来浅尝一下味道，我就说前街都吃过，到底要浅什么尝？哦，还有30分钟送到。我已经胖了5公斤，但他们只胖了2公斤。对人生实在很不公平。这个人更扯，他现在找我喝酒。你们为什么一直帮我增进热量？我嫁不出去，我真的赖着你们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讲这种话真的要负责任哎。以后我买新房子，我一定会留一间客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会很感动。你先留一间客房。天哪，我要哭了。啊，你不说话是怎样？你没有留给我吗？我就给你买一栋。哇！谢谢大哥二哥。他们说这个酒什么一灌就会晕倒，不可能。大家有看过这个酒吗？叫做浅粉象啤酒，比利时的酒。他们说一灌就会倒掉。我们晚上日常就是这样剪片，然后他们直播完就打个游戏，玩个手机，这样各自做自己的工作。我们就是 roommate， 不要再吃。夜宵是必备。哎，确实哦。会不会太为之吸入热量？这个酒也太苦了吧！宵夜真的来了。大家这个真的很厉害，我只喝一杯而已。这个真的是我喝过最晕的酒。大家看一下，太子已经被蛇咬了。再来一杯，快点，别废话。我们还有2瓶，要不要？不要。Cheers。妹妹好可爱哦。你像个老巫婆。那你服了？你服了吗？我又没醉，我是跟你讲话。那你坐起来。我是躺着。就你，那你就是醉了呀。我没醉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。这个酒，你不说你可以跟我比我喝得多，但是我现在还比你镇定。哇，他妈还醒着。啊，那你为什么要闭着眼睛？我现在是长。你先坐起来，不要趴着，坐起来。坐起来，我坐起来了。是被毒蛇咬。他被毒蛇咬了。认输了。我没有认输啊，我每一句话都回的。你这样真的很像东北人，我就是这样的。我每一句话都有回。死撑。我都有回你们。死撑。我每一句都有接上。什么叫配乐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样子还好吗？我复活了，我跟你们讲。你没有复活，可以自己处理。你还一直在放到马桶里。我他妈的！弟昨天他妈的被他们弄醉，弄到呕吐之后，现在满血复活，然后我们出门拍个照。晚上要过我们那个老大的生日。我发现围巾是一个不错的东西，就是我双下巴看不出来。出门，今天天气超巨好的，大哥今天气色很好。大型可以吗？是二哥。哎，我们前面下雪了。哎，在下，快下雪。是我在小红书上面都有看到这一件。头发真的会毁容哎！你那假借帮我铺，他假借很温暖，然后把外套铺在我身上，殊不知只是不想拿而已。
个照头整个都是泡泡。我们现在要去41卢的露天的咖啡厅吧。哇，好美哦！哎，这边景色也太好了吧！这个景也超巨美，我也太帅了吧！没事吧？好帅，好想要我自己。要亲一下自己吗？要。白痴，好美哦，很像一幅画。这边，他在爱他自己，等他一下。哇哇！emo 感 ，emo 感。这个是我准备的蛋糕。我操！好可爱啊！哎，提前庆生，哒哒哒哒。什么？啊，蛋糕。一个盆。你赶快拿着蛋糕，来吧。你把都连盆端起来。哒哒哒哒。这应该你们唱吧？快乐，哒哒哒哒哒哒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。家人跟朋友们都身体健康。耶！第二个愿望是希望明年可以开开心心，然后赚很多钱。耶！好实在。第三个愿望是最重要的，应该是七。耶！很俗气，这真的是盆啊！幸福中有那么一丝丝丢脸，会丢脸吗？不会，感动在里面，那就好了。可是真的有点朴实。说白了，你还是嫌弃。你怎么可以嫌弃蛋糕？耶！我们去买个礼物送你。有这比较开心吗？有。真的物质男，物质男，该死的东西！我帮我的宿主买了一个圣诞礼物。警察，进来。我们刚才就缺希望。这么大是吗？这是尘，真的是尘。是吗？不会是那个吧？天哪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没事吧？这个太贵了。有哭吗？有哭吗？我也是，因为那天在路上，他就说他想买这个，但他舍不得买。开心吗？他真的很开心，要装一个，他上面还有玻璃。你自己努力一下，你努力去装吧。再见。还有一个，你健康平安。你说。买了一个很可爱的宝蓝外套跟绿色围巾，这种外套真的在台湾完全穿不到，但是在这边就是很适合，因为这边会冷水。昨天第二集上的时候，又有很多人在问说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，因为每次直播时候都回答一次，但是大家还是问，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在 YouTube 上面讲过。所以我现在就来分别询问他们一下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
不是说你在路上跌倒被别人推倒，然后我把你扶起来，然后光跟我要微信，你说我是那个救你的救命恩人。嗯，是这样。是的。那他呢？我来问他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我去台湾玩，然后你在路上想找我接拍，然后我就同意了。他的脸，他的脸靠呗。然后呢？当然他怎么说的？根本没听我们讲话。然后我说可以啊，拍呗。然后我们就认识了。对啊。就是他们两个讲的那样。超好笑。阿凯出门了没？出门吃饭喽。天哪。对，我们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啊。非常结婚的场景的，来结婚的是吗？对，挑选一个喜欢的杯子喝茶。来，这个。他会打开，他就觉得很不吉利，这样我会生气。做好事，开心又欢喜。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付出。这个杯子是他刚给我们选的杯子，我选那个透明的。这个是他让布置的吗？之前这个都没有红色的，对，哇，就是特意布置的。元太子有开心这个布置吗？哦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很像很甜的流程。没吃过这个？没有吗？没吃过这么甜。Hello。你很厉害，你怎么都没有得？我想得得了啊。你每天见那么多人，然后每天一眼都没有。我想得，你知道吗？你得了，得了呀！我天天得，天天好久没得过，我操！哎，这是你布置的、哦？我叫他们弄，稍微弄一下。要结婚是不是？我叫他不要弄太恶心，不给我弄那么恶心。稍微弄一下。很厉害，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吓到，但他说是你指定的。我没有指定，我说稍微，我有，他说什么？就是你朋友生日。这是我的新朋友，但我们见过四次面了。你要念出来啊！我普通话很差，你要我念吗？你来念吧。你念啊，你念你念你舒服的。福。这是香菇杏鲍菇的包。必须杯吗？无限续杯，他们说。哈哈哈哈哈！续杯。一杯十五块。对，它是三位，一位十五。哦。这是画眉小牌。画眉小牌，好漂亮哎！它这个烟做的很像樱桃的鹅肝，这个很好吃。中秋节干嘛？你在吃不吃？我不吃，你吃。我要吃。等我说这话吧。对。怎么？你自己在咳哎？怎么？我是怕咳，我就咳，你懂吗？你这个直接吃播对着我了，又没对着你，是对着我好不好？这不是我吗？我都不好意思吃了呢。吃你的，谁要看你啊？吃啥的呢？屁你的！鸭，某种鸭跟豆腐。我又在没文化了。太适合做美食博主了。你要签到。你好，体温枪那个可不可以？没验出来，没事就没事，你们不要那边心理作用。他们觉得他自己体温很高，这么远的吗？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无病呻吟。你们不要无病呻吟啊！40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这个有点不准，40点啊！好的，应该是里面热，应该这里面热，应该这里面热，有点热，40度有点夸张了，赶紧报警！我操！你们不要自己吓自己。我37、38了。不是，我也是39。花点钱好不好？买个新的。压力多大呀？很烦哎！搞这么高级的设备来，一个都没测准过。你那个鼻涕，跟我说你。我没有鼻涕，我是鼻炎，鼻堵了。是吗？哇。没事。压力好大呀。好好，你还帮他点长春面，你也贴心。不是我点的，是自己送的。要我点，我自己家里带个泡面过来给他泡一下。对，你第一口不能咬断，知道吗？要全部吸进去。哇，那你也吹吹吧。有这个规矩吗？有的，真的。有长寿面，就越吃越长越长。不要咬断，知道吧？哦，我是不是跟你一起四次的？一次唱歌，然后一次吃饭，一次唱歌，然后下一次吃饭。哦，四次可以亲嘴了吗？现在是到亲嘴的时候是吧？烦死你！我还以为四次要怎么样，五次怎么样？这个是猪肉包成一个面饼。
猪肉包着一个面饼，这是服务员说的哦。因为这讲出来，若是我讲出来，会有点没文化。我是大学生毕业的，我学法律事务，到时候把你打离婚官司。我都没离婚，你在吵什么？就是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可以帮你打一下离婚官司。不是你如果帮我打，我感觉我会输哎。不能输，绝对赢。我跟你讲，那我现在假如说我跟严太智现在要离婚，你帮我们那个一下。那你们是什么原因离婚吗？他外面有人还是外面有人吗？他外面有女人了。那你呢？我就一直在家里漂漂亮亮的。那你要帮我讲啊。怎么讲了、啊、就是要帮我讲啊。不要为难我好不好？开心吃个饭一定要逼着我。你说你要帮我打官司，你又不帮我打。别逼我了。法官说好不好？嗯，别的猪肉但很像烤鸭哦。我每年还很大。这到什么？好了，这美还不大。对，我就不能。我是美白，我就只比赛了。唱啊，你们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对，唱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在吵架。这边正忙着呢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一下行不行，姐姐？大姐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耶、yeah.